大家好，我是 Jermaine。这是一支道歉影片。我觉得既然我是从 YouTube 平台发迹的，也有很多粉丝朋友的关心，所以我还是决定拍这支影片，跟大家聊聊发生的事情。这两天新闻超级多，有一些内容正确，有一些是捕风捉影。那我的确在今年国外跟台湾呢，都有吸食过大麻。也有持有少量的大麻自用，警方问我时呢，我也全程的承认，我并没有对警方跟检方否认吸食，只是我的确已经一阵子没有使用了。这一部分呢，我已经全程配合警方进行验尿，希望检验的结果可以证明这一件事。那一切都是按照他们指定的流程，如果他们要验头发，我也没有问题，我的头发都还在，那我人也还在台湾。那新闻上照片中的大麻呢，应该是整次缉毒行动查获的量，而非我本人持有的量。接下来，我要跟我的观众与粉丝道歉，我真的很抱歉。谢谢部分的人帮我说话，但我自己很清楚，在台湾吸食大麻就是违法的，我知法犯法，这100%是我的错，我无从推卸责任，压力大。也有很多可以纾压的健康与合法管道。身为公众人物的我，绝对是最错误的示范。希望各位台湾观众，如果压力大，也千万不要犯法购买跟吸食大麻。我全部平台的留言都没有关，有大量的留言跟私讯，不管是批评的、酸我的、做迷因的，我都接受。拥有话语权的公众人物做错事被批评，我觉得是应当的。也很感谢那些替我讲话、鼓励我的朋友跟观众，但请不用为我跟其他人吵架，因为我觉得我活该。你们未来如果还愿意看我的影片，我就很感激了。那我接下来呢，也会听从律师的建议，并继续的配合检调侦办，我不会逃避，也绝对不会再犯。接下来我还是会持续拍影片，我自己是非常爱创作的人，不管是短影音或长影音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解读说我爱钱，但我想日久见人心。一个创作者喜不喜欢拍片，经过时间检验，应该是看得出来的。目前就是要对决库存，还有两三集，我接下来会继续维持拍摄。我强烈希望这个节目不要中断，我会努力多囤一些影片。其他系列的开箱影片跟之前聊到规划中的新节目呢，我也都会继续拍。最后，我想跟我最爱的妈妈道歉，虽然我昨天已经当面跟她道歉，但我觉得自己真的是错得离谱，我不应该这样子伤害你的心，任何借口都不应该做出这样的行径。我会努力来改过，希望你可以相信我。虽然我不是一个完美的儿子，但我会是一个愿意改进的儿子。